棋谱、辅导长带队嫖妓、喝花酒。九条好汉在班，九条好汉在班，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管他流血和流汗。说干就干，也应该一起干吧。海军陆战队驻守三义火焰山雷达站的警卫连，26岁中尉辅导长刘家旭，今年228连假深夜，竟要正站哨执勤的下士丢下枪，由学弟代替站岗，六人一起擅离职守。结果其他哨兵不爽被脱哨，气得向副连长检举。因辅导长等人坦诚犯行，苗栗地检署日前依触犯陆海空军刑法起诉5人，予以2年缓起诉，但辅导长需缴6万罚金，另外4人各缴3万。动新闻，全连带出去就没事啦。报道。